西南方，以封魏姓，叫名殿于畜牧，拜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究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。设天干地支，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。P8